家己有的物件，你去甲看，迄就是呐。咱人有一个本来苦有的佛性，见佛性看，所以因此苦海无边。我甲你讲，回头是岸，你要上岸，唯独回头来看到，没有回头看不到彼岸，都是在苦海。哦，啊，所以祸别管头，咱。啊，个人就是土吼，土啦吼，啊土，伊土土卡需要上阴，啊所以土卡需要上阴，因此呢，土啊无钝，无钝啦，无脆钝吼，无脆钝，所以咱讲啊，基础叫什么钝？库存吼，基础也叫库存，所以吼、哦，土啊无，咱拢有对无？咱若无论讲话会明白，你捌看到起厝的，听到起厝的讲话无？听到起厝讲话，伊咧讲你听无？因为呐，伊的风无这个轮能走，所以变成伊讲话变到，啊、哦，所以拖啊。那即摆呢，来讲零零就呐，零就是龙啊，讲零啊，啊零就是讲。无耳啊，唔是啦，有耳啊，无听，连有耳啊无听的，所以因此啊，咱人啊，臭鱼人叫做聋子，表示臭鱼人甲你叫聋子，无听的嘛吼，啊，所以伊有耳啊无听的，啊，所以咱今仔日伊这个意思虽然是安尼讲，但是嘛咧表达，咱人若是道理听袂入。道理听袂入，啊是咱的这个好话听袂入，咱都叫臭人的形象，吼、哦，有无？咱话就讲，咱过去大家拢做过点官点餐嘛吼，有当时啊，迄个官人，啊伊搁掠着你，啊你拢袂敢掠你，啊我以前甲你反映的拢听无落，啊迄就是呐，迄就是像聋子，对无？有啊，都有耳孔听袂落，听袂落去吼。有无？有迄落安尼，请问各位，简单有迄落掠不了办，搁掠了无？有啦，我相信咱家己就侪啦吼。啊，你迄个话大家听袂，好话听袂落，好话听不进去，叫做聋子。虽然咱有耳孔，但是呢，好话听袂进。吼、哦，第二呢，人第人叫蛇，啊蛇了呐，蛇了无脚，哦蛇无脚嘛吼。哦啊，所以因为蛇无脚，啊，咱有脚，哦，啊，因为蛇搭顺音，所以咱用个易经的卦象，坤爻有几爻，坤以三位等于子孙如龙，叫做搭顺音，哦，所以咱查甫叫乾，查某叫坤，所以女人叫做坤音，啊，查甫的乾是阳。哦，啊，因为伊人脑多人脑拢坤拢阴，啊，所以蛇顺阴，蛇顺阴，所以蛇顺阴呢，伊的性毒，性啊足毒，所以咱人那迄阴点的人，啊，特别想要甲害人的人，恐怖，迄个比蛇较毒，有无？啊，所以咱要讲来足够英勇，我这是英勇的哦哈。迄回呐，查甫的也好，出烟头；查某的也好，出烟头。啊，拢会讲迄个阵呐，迄阵意念罗刹，意念人心哈。哦，啊是讲伊是啊，迄、那个是抓他逼紧啦哈，蛇仙那个是。啊，迄就是啥？迄就是外表看足好，暗处内底心足阴毒。哦，啊，所以今仔日讲的，就是说像抓，就是面无脚，啊，咱无脚。所以咱有脚，咱有法做来行遍世界，咱要去就拢会使。啊，甚至讲各位现代恁有拢去环游世界回来啊啦吼。因为退休了后，想讲啊，都既然甲退休啦，就来世界行行，走走走咧。哦，啊，所以做简单顺应。啊，因为即卖第七马啊，马啊马就是啥？马就是高，都排第七。刚才说的讲不完去了吼，
啊，所以病吼，病有大，所以咱人有大，哦，对不？啊，过来羊，羊就是五，就是病啊，就是五，所以伊个病有大，就是咱来讲龙马精神，伊无咧困，所以病啊若倒，就是破病就要死啊。所以咱大家拢讲爱效法龙马精神吼，啊，所以病啊有大，啊容易下大。啊，不过后日若有想要听佫较详细，啊羊呢，羊就是无瞳孔，啊羊咱拢讲羊就是羊嘛，啊羊，所以羊肝嘛羊，啊羊骨嘛羊，但是啊所以羊肝羊骨都袂发出酒，哦，干有吼，啊袂查某，我出酒查某都袂，所以物件羊会发出酒，分伊咩地方，也唔过阴阳，啊所以羊肝嘛出酒，羊骨嘛出酒。哦，伊就是羊啊！哦，啊无现在伊是属鸡啊！哦，啊即摆过来狗，狗啦吼，羊狗，狗就是一个的属，甲四个属，所以狗吼，顶边会属人，下边会属阴属动物，所以狗多狗的属，啊那伊狗的属就是羊的一半，也嘛是属的吉，所以因此呢，狗吼，伊多得到这个狗属属火。所以狗吼，目睭红的，所以咱目睭来去听得红目狗，有无？我有无？哦，皮肤嘛红的，皮肤嘛红的吼。啊，伊就是顶冠属人，啊下底属动物，所以伊无电，无唇部，唇部，无唇部。啊，恁人就是有这个唇部带的，恁就相信无？相信不相信？我们也在唇部哦。啊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人就是属于唇部，啊，羊、狗啊、狗、鸡就是啥？鸡就是因为伊顺音所上走，顺音，所以鸡到暗目睭就无看啊，所以目睭若暗时无看，咱拢叫做啥物？心盲，鸡啊盲嘛，哦，啊，鸡啊目睭是我学的呢哦，所以暗目睭就无看。